妈，别摘了，姐姐来了。那你说。我不敢说，还是你说吧。那好吧，还是我说。姐姐啊，这个呀，就是我女儿。由于我的失误，今年啊，种了很多很多的普罗旺斯西红柿。现在的天气啊，是一天比一天热了。来，你们看，西红柿啊，成熟的是越来越快了。这样下去，真的不是办法。很多人啊，他就建议我自己学着拍视频，把它挂在网上卖。因为啊，都是咱自己种的，卖的会比他们更便宜，也会很好卖，你们也喜欢。来，我一直坚持啊，不催熟，不膨大，让它自然成熟。来，我给姐姐们现摘一个，打开看一下它的果肉。来，你们看一下，它里面呀都是粉粉沙沙的，它的籽儿啊都是黄金籽儿，吃起来啊酸酸甜甜的，就是咱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。你们要是也喜欢，就尝尝我种的普罗旺斯。